红灯吗？红灯右转啊。只见女车主相当配合，自动拿出证件。车口啤酒吗？有。好像有0.67，酒测值0.67，还违规红灯右转。酒驾素颜的女车主，原来是近年转往大陆发展的戏剧女王陈乔恩。后面有门，后面有门，后面的退。全身包得紧紧紧，戴着口罩被警方带到北检复讯，检察官讯后以10万元交保。身为两岸知名火红戏剧一姐，这回却带头酒驾，立即遭大陆网友围剿，痛批艺人酒驾太不应该。我以前深深爱着的那个人不是霍骁，是你。近年来重心转往大陆戏剧发展，是台湾女星戏剧产量最多的女星，高收入还进入名人榜。三号晚间，陈乔恩公称是在自家喝了一瓶啤酒，从大安区住家开车出门买东西，没注意到红灯直接右转，满脸通红，浑身酒气，被带回警局。转往大陆发展，事业正值高峰，陈乔恩这回酒驾误事严重影响形象，恐怕会让